老师，你要不要多听听看我的故事啊？你为什么不回球队发展？谢谢教练。我想不到有其他的方法，能够让我不要懊悔之前做过的错事。完了，怎么了？你心动？我开始有点了解你了。暑假最强期待就在三立都会台，周六晚上10点，《高校英雄传》。